打两盘呗。你行不行？我可是打过一次洗澡。哟呵，这个可以。小伙子有点实力，老袁这回 hold 不住了。袁优站起来了，这是有什么预谋吧？啊！我说你不行吧？起开，起开。哎，老哥，老哥，这个球啊，这球好呢，好呢。老哥，这两个球咋动了？哦，刚才你没仔细看完，那个塞夹出来的呀。哎，这真的。那你玩着，走了。哎，再玩两把，再玩两把。